规定到12、13日，一连两天与印尼雅加达开唱。然而在首场接近尾声时，现场却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导致成员 Jennie 的裙子整件被吹起，露出底下的安全裤，让她害羞的赶紧用手压住遮掩。而队友们在看到后也纷纷笑亏，这一幕好像玛丽莲梦露风吹裙摆的经典场面，还称 Jennie 是玛丽莲珍妮。有趣的是，起初在看到 Jennie 裙子飞起来时， Lisa 还好意的冲上前想帮她遮挡，没想到之后 Lisa 却因为想让画面再次重现而做事用手制造狂风，引发众人爆笑。事实上，这已非 Jennie 第一次在台上出现风吹裙子的意外。早在去年十月的巡演中， Jennie 就曾因为站在风扇的前方跳舞而被吹起了裙摆。不过今夜她并没有因此中断演出，反而还笑着一边遮挡一边跳舞，让现场粉丝们直呼 Jennie 真的太专业了。